三七年轻队加油，五六七八，年轻队加油。最近肌肉疲劳比较跟不上，两分零五，身体不舒服又比较迟钝一点，最后面又比较好了。有其他感冒现象吗？没有。早上是咳嗽，早上是还有点头晕。好，胜号126，一百二十六，记得身体的角度调整一下，然后你腾空的时间太长，这样会让你拖行比较久。轻快一点，排放排放，尤其是到后面脚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的脚腾空那么久，懂吗？是不是要放低，节奏加快 ？OK 哈、哦。OK。好，来走，来走过去。当初为什么会想练田径？就怎样讲，就喜欢这个运动，就非常喜欢。是。那练会不会很辛苦？不会啊。不会。喜欢干嘛怕辛苦？那会不会坚持下去？会啊！当初为什么会练田径？就觉得很帅，觉得很好玩，觉得很好玩。那练的话，会不会有打退堂鼓的感觉？不会，不会。不辛不辛苦？辛苦，辛苦。那有什么话想跟你的以后的学弟妹讲的？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。当初为什么会想练田径？好玩啊，好玩，嗯，觉得很帅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当初是看学长姐他们在练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自己练的感觉怎样？练起来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嗯。问你现在主攻是哪一项目？一百公尺。一百公尺。那对自己的以后有没有信心？嗯，有。有哈，好，加油下去的。嗯。哎，当初为什么？就是觉得就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嗯。那练的时候觉得最辛苦是什么？耐力。耐力。那每天固定的菜单会不会觉得很累？会啊，会啊。那当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都是怎么样去克服的？就不要去想，觉得很累，跑就对了。撑下去就是你的了，对。好，加油了。好。你呢？好玩。好玩。我辛不辛苦？辛苦。辛苦。那会不会再练下去？会。会。那你主攻什么？一百哈，好，加油了啊！你在冷气房很冷的时候怎么办？你都没有被子，没有被子，没有衣服怎么办？那个什么，一张报纸也可以，这样就隔绝温度。所以如果地上冰冰的，像这个坐下去，你大概会开始觉得冷，铺一张纸或者是一件衣服。来一杯，是一样的。Go。
140，105。来，第四个是谁？第二个进来，154。你的那个频率今天比较慢一点，有疲劳吗？就那个推的时候，这边会痛。今天第一天不舒服。今天。今天早上做篮架有不舒服？没有，还是因为早上篮架一直垫高，所以小腿疲劳。只有一只脚吗？来第三个，116，156，156，116。好，第六个，205，125。休息六分钟。好。盛浩刚刚身体脚有比较轻快一点，但是身体还是压太低。好，真的。跑大，重心往前，重心往前，还有呢，放低节奏不是可以快吗？对，你要做哪一些姿势性的改变？那你不用再转头回来看我，你要听，然后做动作就好了。OK， 好。那盛浩，你收操了，好，盛浩收操了。